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明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非常荣幸，这两位是我选的选手，两个，一个帅，一个美哈。那为什么选 Kyle 还有美美呢？那 Kyle 本身呢，他的转音非常不一样，非常棒，因为他的真假音转换跟我也差不多相似，我要补给他可能互补的，有一个互补的一个感觉。那美美呢，她的你只光看她的脸像而已，就已经是可以迷住很多人的心。那我想把这个两个人呢更发挥到极点。谢谢志明老师选我作为他的学员，我也很开心他可以选到我，我也希望在他身上可以学到一点东西，就是拿一点经验这样。很感谢志明老师选我，然后我希望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不同语言的歌跟演唱方法。